视网进行投票呢，3w.cctv.com 在正月15之前呀都可以，我们等着您。发手机短信投票的观众朋友将有机会赢取我们的幸运观众奖，奖品是由杭州贝因美提供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吉祥物进牛迎春。评选的结果将在正月15播出的元宵晚会，也就是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的颁奖典礼上公布。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请你拨打中国电信的号码百事通118114，把它带回家，祝您牛气冲天。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要为大家送去的是今晚的第四幅春联，上联是金牛送福，绿柳迎春，盛景当今，下联是古月和鸣，龙狮进舞，神州共举杯，横批祖国长青。朋友们，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我们的联欢晚会。亲爱的朋友们，公元2008年，中华民族在辉煌的太空史上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08年，中国航天人圆满完成了第三次飞天之旅，我们的航天员走出飞船，实现了历史性的太空漫步。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非常荣幸地为大家请到了从神一到神七的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航天员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陈善广，应用系统常务副总设计师赵光腾，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伯南，运载火箭系统总指挥刘宇，发射场系统总设计师陆进荣，测控通信系统副总设计师朱明才，着陆场系统总指挥隋启胜。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手捧的鲜花就是经过太空育种的太空花，有请他们的代表给全国人民拜年。感谢全国人民对航天事业的支持，我们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神五航天员、中国第一位航天英雄杨利伟，神六航天员、英雄航天员魏俊龙、叶海胜。我们为祖国骄傲，我们给全国人民拜年了。好，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神七航天员、航天英雄翟志刚、英雄航天员刘伯明、景海鹏。翟志刚手中拿着的这面国旗曾经在太空飘扬，这面国旗也是所有参与神七发射的工作人员一针一针绣出来的，代表着航天人对祖国最深厚的爱。我们向全国人民报告，我们圆满地完成了神七太空行走任务，祝大家春节好。谢谢。好，谢谢。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民族的智慧，一个国家的实力，往往体现在对人类未来的探索上。中国航天人所展示出的航天高新科技，正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的磅礴伟力。